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从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音乐，那从那个时候我跟我搭档从社团认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毕业之后发现说，哎，好像大家的工作比较少时间能够出来大家一起玩，那我们决定的就是继续延续我们梦想，所以去考街头艺人。我真的觉得音乐的力量真的很大，它可以去感染到城市每个角落，然后可以把一些欢乐带给民众，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除了自己开心之外也能够去愉悦他人，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棒。我自己会黑夜闪灵，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结交风情在这欢迎你，结交风情在这欢迎你，我们是结交风情，谢谢你，谢谢。妈，吃饭啊！哪里啊？巴肚会枵无？肚子饿？肚子饿？啊，妈！嘴开开。啊，爸。我会跟他讲说，今天是吃什么？啊，今天是马铃薯、红萝卜，还有菠菜，还有。白饭还有那个石谷米，那个石谷饭下去一起熬的。从我读书开始，从小学开始，那个时候我妈就开始就是不停的在外面打工，或是在外面找其他的工作。其实是因为我爸爸就是可能开始就是比较没有，就是拿钱回家，就是拿赡养费回家的时候，我妈才那么辛苦了，一边要做家事照顾我之外，然后又出去工作这样子。24岁，目前就读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研究所的郑晨俊，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与妈妈跟外婆同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大概是我大学三年级那个左右。那个时候我外婆刚好也是才送来，但没多久，然后她之后就跌倒，然后髋关节就开刀，然后就开始卧床复健。啊，我那个时候我脚也受伤，我前十字韧带断掉，就是打学校比赛的时候受伤，也是开刀，所以我妈那个时候就两头跑。这你要把它弄出来，不然太重的话，这会解推下来。啊，这个保持垂直，不然会塞住堵住，会堵住。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姨妈外，就是我姨妈她就是借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就是跟慈济有结缘，然后师伯就来我家做关心我们，看我们说需要什么协助这样。这就是慈济的这个。这个师姐啊，那师伯，然后他帮我们装的，那他还有在浴室也帮我妈装的，就是洗澡用的时候扶手，我会帮我妈就是弄在这上面，然后我会把它推到里面去。刚才没洗，那他就是让他扶一下。那之前因为我原先开始他是可以坐着，他现在不行，因为太瘦了，他瘦下去整个会栽下去。啊，这比较小，我觉得要正面的能量，老天爷帮你关上一扇门，他我觉得他会开了一些好多窗户让你选择。人要活得快乐嘛，我觉得知足常乐是一件很棒的话。我常常跟我讲说，知足常乐，那要开心过日子，啊，不管碰到什么大的问题，你只要去做，你去做的话，他会有一些转机啊。照顾病人的责任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所要共同承担的，
所以只要有空，程俊都会帮忙妈妈照顾外婆。来一个林大姐哈，要不，我还替我，你手是湿的，从中间擦不掉。有了，然后呢？中间先来吧。对啊。你去贴，你去贴，它不会掉，它不会掉。因为乳霜它就是会，它会越来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之后它就会把整个整个地方都掏，它会把整个地方都掏空，一定都掏空。那已经是第四度的乳霜。哎，好棒！对，好好好，好棒，好棒。有时候是因为他有时候熬夜，他写报告的时候，有时候夜里面就是要麻烦他，他会叫我来，再来，好好。因为外婆现在真的就是，好棒，等于是要24个小时，去这样看他。哎，好好好，好棒嘛。那就刚好我妈就白天，然后我晚上。他有时候回来我没事，所以现在对。他有时候很晚回来哦，他都很晚啦。那我就是负责大夜班，应该一天大概换几次药？我换2次，可是曾经最早的时候，之前的话我一天换了5次。背部4次，屁股5次，所以这样换药是防止它在恶化。对，对，其实就只有防止它恶化的功能。等一下，又没了。再炒，要炒，再炒一下。再炒。自从外婆来之后，我妈几乎都是在家里面，大概95%，大概一年当中95%，我没有夸张，就是真的是95%都在家里面。休息完了就是有时候是买菜或者干嘛去。对啊，买菜那都不算账了，他为了。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妈妈吼，放弃掉所有的休闲，还有所有的，真的对，你看没关系，就会觉得说哦，哎，或许我以后年纪大比他更早嘛，真的。阿妹，你放心啦，你年纪大之后一样会有人这样对你。现在讲味道什么？现在味道好太多了。镜中看见自己的眼睛，像许多故事说不停，或许未奏旋律已响起，但还没有勇气道别离。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但是就是也有很多次就想要说能够就是很上电视啊比赛啊，让大家多听我歌声这样子，但其实也是因为家境的关系，然后其实也对自己就是比较自卑一点。自己的家境其实就是会觉得说，单亲家庭，对啊，然后可能家里面比较资源比较没那么多，所以可能有时候可能别人找我出去玩啊，或是找我去干嘛干嘛，又要花钱，也不太敢说，跟着一起，就想说大家都可以，但是我可能会稍微顾及一下家里面状况，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活动也没有参与，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很多东西都比不上人家。真正开始有这个机会是从大学开始，就是玩社团，乐音社，然后就是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组了一个团这样子，对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真正就是除了对音乐有兴趣之外，而且真正勇敢的想说去冲冲看。梦想要成真，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旁人的支持也很重要。鞋子可以穿。谢谢。妈妈最近，刚吹啥？看到谁？刚吹就是时好时坏。啊，吃啥？有吃还 OK， 还正常。看师姐，大家来给你看哦。是去吃茶好不好？吼。一点半吃，才袂扎掉。哦，来，来。
吞哦。慢慢吞哦，吼，袂用食伤紧。水爱加啉一寡，你个尿孔哦，才袂咱水红红吼，你伤红无够水分，好不？好不？好啊，好就好。妈妈，迄纱布你讲长的迄哇，迄是寸就偌大，你知？差个，哎，迄个纱布，我才讲你也偌长嘞吼，啊，那迄条我来去，我来去买。顶天有来看，啊，伊就讲欠这啥，我就去想讲那迄条吼，来甲找吼，啊，较可以买，讲我拢行路，行到啥物和平岛去买啦，去啥呢啦？嘿啊，我用咱来迄条，我来甲替来找，我有迄条通啊买来和平。无影用这足上一摆用拢才够。啊，才高啊！你变讲用未富裕啦。对程俊家的医疗资源状况的评估，了解是否有需要调整协助的地方，是访视团队每次关怀的重点之一。而针对家庭中不同的成员，他们也有各自陪伴的方式。因为我每天对着妈妈嘛，那妈妈现在讲话，她比较已经没有办法表达她自己的这个。那个，就是说感觉什么啊？就是我在跟他讲，就感觉说我在自言自语，就在这讲。反正我每次在跟他讲啊，今天怎么做什么菜，然后在做我自己在讲。啊，我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那平常我儿子等我儿子玩又太晚了，那他们如果来的话跟我聊天，我觉得很棒。对，我那边有爱时阵哦，来分享到啊，笑起来呢，会有一个人谈话的对象，就是谈聊聊天啊，讲讲话话家常啊，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食唔甘，真个食唔甘，我讲哦，今个我同你讲，我讲妈妈有她真好，今天呐妈妈没有她哦，不知道先怎么样。不会的，我觉得，所以我很感恩她。我虽然是她妈妈，但是是我的姐姐。大家对待妈妈真的很感动，谢谢大家。是啊，是因为我是觉得说我跟妈妈的缘分比较深厚啦。那我是觉得说有些事情的话，你因为有时候一辈子你不做，你最重要就一件事，你不做你会后悔的。对啊，真的，有时候过去了，因为过去的话，你不做真的会后悔，但不要做就是造成遗憾。叫阿俊来唱歌你听哦。好啊。好，来阿俊来你唱歌阿妈听。你来聊天，来听。来，唱歌你听。春风对面吹，杂七八花卖出嫁，拄着少年家。好听吧？好听无？好听无？有无？有啊无？有啊，有啊，好听啊！陈俊，嗨，你今天去考试考得怎样？我觉得考试哦还不错，就是嗓子有开，嗓子有开，嗓子有开，所以唱起来还蛮得心应手的。啊，过关了吗？其实过关的话要等大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后，他们有公布我才知道，看有没有通过考试。如果考过就是第二张。我认识陈俊的时候是刚好我们那个新亚奖学金的时候，我才开始跟他接触。一开始是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慈济的资源来减轻妈妈的负担，可是妈妈在这个部分她是完全拒绝的，她就是要靠自己，再怎么苦她都要靠自己。那我因为接触到他们的家庭之后，我觉得说我唯一可以帮助她的就是多叮咛他啦，好，那帮妈妈就是可以盯着小孩子这个部分。因为看见妈妈的辛苦，所以程俊除了课业与音乐的梦想外，剩下的时间便是排满了工作，帮忙分担家计。好，那就把他当作像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去陪伴他。那他也是很窝心，他常常会跟我用 LINE 去互动，说师姑你要晚安啦，师姑你要照顾身体呀。那我都会用那种妈妈的角色去跟他做一个互动，因为我觉得说他愿意把他的心情分享给我，我就觉得哦好有荣幸，因为自己的孩子都不见得会把心事跟我说。妈妈的坚毅带给程俊为生命负责的态度，而志工妈妈们的爱则让他看见
能为别人付出的可能。哦，有我这个纸子，我又跟着哼一下。黄州唱过，好，来一张。还有唱过黄西堂。这样，等一下才知道你是那个。哦，我知道，我穿过这件。还好，其实还好，肩还好。是什么？是的。你竟然扣了起来。今天来做那个义诊的那个仁医，参加仁医会的义诊的志工。他只要有时间。我知道有时间就把它扣起来。街头艺人的阵仗，那从那边风尘仆仆的赶过来为我们表演，所以呢，大家要用心的听哦。你说你原来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常常流泪，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还是怀疑人生。因为我的孩子跟他是同年纪，那他也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孩，那我就慢慢就是试着知道说他对音乐上面很有兴趣，我就觉得说除了就是说他赚钱养家的责任之后，我希望就是说能够用他的歌声去传递更多的爱给一些阿公阿嬷们。清明清江在被安装，为什么爱人顽固在修啊啊啊啊，春娇已经早就无力听，讲这多，其实拢总拢无卡纸啊啊，行到今日。完了，谢谢感恩啦，感恩啦。感恩，吃饱呗，好，有啊，吃饭啊，吃饭啊，你要这，仁医来，哎，今天传来小菩萨，哦，来这给你看，感恩，有想要听什么歌无？现场唱给你听，要唱给你听嘞，哎，来一点，哎，欢迎的，欢迎的哦，欢迎的哦，然后准备一下，准备，好，哎呀。嘿啊，这条歌是我读幼稚园，嘿啊，但是我读幼稚园的时阵，然后参加迄歌唱比赛了，都唱这条。哦，起码我已经二十几岁啊，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代志。三十几年啦，嘿啊，三十几年啊。啊！你踮遮久的歌吼，啊，三十年久，我嘛才拄做兵回来。安尼哦，对啊，少年嘞。三十几年。就是要唱歌给你听。速度哦。人生海海，共需要拢了解。有时也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跑，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无收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住厝歹拼扫，食到收好，惊细伢狗细路跟咱走。人生短短，搁亲像一枝土，有时也真落雨，有时轻苦。问我到底别人有啥法宝？其实无法宝，做来欢喜就好。看到兰哥看他这个故事之后，因为我自己之前也受过伤，虽然我伤可能没有他那么严重，但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精神，就是那种永不放弃。他虽然之前有想要轻生的念头，但是我看到说后面他发现，其实他还是有一丝希望，老天爷其实不希望他走的。那他这个时候这个念就一打开之后，他决定就是要好好活下去。
你帅哥来唱歌，你今仔有感觉你做一个少年起来无？有无？哦，回到当兵的时候哈。也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做演出，然后也会有不同的场合。那像是如果是一般场合的话，可能就是带来欢乐。但如果有机会就是能够到像是慈济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的话，其实从那边去感受一下他们弱势那些，就是他们那种喜悦，他们看到说，哎，有人其实能够关怀他们，然后他们也是能够跟我们一般人一样，能够享受这种普罗大众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欢乐。那这种感觉的话，其实那个意义又是更深一层。对，所以我自己得到的回应就是说，其实要一直做下去这件事情，那有更多人能够来投入，那这个社会真的会越来越好。从来没有人这样子为了他特地唱歌给他听，那我听了我觉得很感动。陈俊可以用他的歌声去安抚到一个人的心，让他整个人因为他而心情很好很开朗。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祝福陈俊。我觉得他是很一个很适合去当志工的一个人。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就是受关怀的一个关怀户的角色，那。转变到现在就是都好了，然后也能够投身在这个慈济的行列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哦，我现在也能够跟这些师兄师姐一样，能够一起能够为这些弱势能够做一些关怀。那我觉得就是又把自己从关怀户的这个角色又提升到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这种一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人生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会让我觉得说，哦，我也是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其实我有一条歌要送给咱大哥，因为我看到你身上就是坚持，坚持的这个力量，哦，这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就要送给你这条歌，叫做坚持。好，要把这个力量再继续传给更多的人，一起投入那个慈济公益事业，一起来。头前的路。